好，来，我们开放口音，第一位是新庄吴先生，吴先生你好，吴先。郑先生你好。嘿，你好，嘿。我是第一次口音上那个节目的，我比较不会讲话。嘿，没关系。那我只想说我个人的经验哈。是。像之前那个台北的花博事件有没有？嗯嗯。因为我本身有两个小孩子，你知道学校多夸张，你知道吧？嗯哼。马先生还有郝市长。他为了他的那个花博的制造业绩，强迫学生有没有一定要去学校参加？嗯，嗯哼哼。那时候我还要上过节目，嗯哼，因为学校很多家长他不敢反映任何事情。哦，我真的很气。嗯，那你为什么凭什么要强迫学生去？因为学生以往的校外教学，嗯，他学校都会发意愿书，嗯，询问家长是不是愿意去。是，那可是这些花博事件他并没有。他一定要他直接发那个缴费通知书，叫家长一定要缴钱。学校很多家长他都很不高兴。哦，所以你马上交钱就对了。对，就我一气之下，我那时候就很不高兴，我直接找议员去讲。嗯，所以说那时候我上过节目。哦，你马最勇敢哦，胡先。我不怕，因为我说真的，嗯，我要替我自己争一个公道，我凭什么要这样子呢？没错，没错。因为我觉得很不合理呀。嗯嗯，对不对？嗯。我觉得我们觉得国家一个元首为什么可以用强迫的手段有没有？而且把这个政治迁入到学校去。所以吴先生，嗯，花博花138亿，门票收入13亿，其实啊，很搞不好有一些是强迫的哦。很多都强迫的啊。嗯。我那时候去市议会的时候，跟议员在讲，议员也是很多学生家长去澄清。嗯。真的是很夸张，我是觉得真的很有够不要脸的，不要脸呢。我从来没看过我们那不要脸的那个一个国家，你知道吗？我是真的很气，说真的啦。了解了解。对，那你像刚刚所说的那些低收入事情，我本身以前也有申请过。嗯、真的，政府真的是百般刁难呐、啊。嗯嗯嗯真的没有用。我说真的，台湾人若是再不觉醒的话，对我跟你讲，真的是只要做台劳的份而已啦。好，吴先生，谢谢。万华陈先生，陈先生，陈先。哎、欸，陈先生你好，我是陈先生。你好，陈先生你好。嘿，你好。其实我是泛蓝的啦。哦，是是。对对对，那这一次我还蛮希望蓝那个蔡英文当选的。为什么？因为就其实我以前都看大话新闻，可是我是蓝的，因为我本来都会看2100，可是觉得他太蓝了。嗯。然后我会就是比较像知识分子，我是在科技业上班。嗯哼。然后针对台湾这几年，就像各个就是名嘴讲的说，经济成长率很差，哎，经济成长率还不错，可是大家无感。嗯。那我会希望换人做做看。嗯哼哼。那换人做做看，就是希望说蔡英文之后能做好。嗯。那但。如果他做再做不好，再轮替，对，再轮替，嗯，这样我们国家才会进步。是，就是比如说，我薪水会被增加，我房价不要涨那么高，嗯，然后大家都有饭吃，嗯，这才是对的。是，可是我比较不能接受的就是说你们就会拿一些，比如说低收入这些，嗯、假设蔡英文之后还有这些，嗯哼，是不是每一个媒体也会把它拿出来讲？当然，当然，当然，因为这个是。嗯一定都会有，其实几年前、几十年前，最近比较多。嗯、那我当然会希望蔡英文上台之后，大家都很好，嗯、然后薪水很多。可是要讲政策，是，所以我希望，我还是希望蔡英文会中。讲哈，陈先生你几岁啊？我35。35哈。其实我们家终身都泛蓝。哦。我是外省人。那这一次除了你要投小英，家人呢？家人应该没有。好，谢谢陈先生。来，台中许先生，许先生你好，许先。喂，你好，许先生，你好。哎、欸，洪姨你好哈。嘿，你好。我这边有几点想跟大话新闻做一个报告哈。不敢。基本上在大台中或台中市就该修烟问你来了。哦，好好好好。因为我外口所听到，几乎不管这个中低收入啊，一寡劳工啊，是讲一寡白领阶级，他们对于马总统这四年来真的实在是厌恶到极点了。嗯嗯 嗯。还有一点。嗯，或许你应该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嗯，萧万长副总统，嗯哼，一开始合时讲，民进党治国无半步，选举转下步，嗯嗯，请教这四年来伊的撇步点出来无？哼，这边我已经忘换掉啊，你咧？对哇、嗯，啊，所以伊嘛是唯一一个被 fire 的副总统，嗯、没有连任，是，你嘛你家己人嘛，对不？对对对，伊住伫南坛边啊啦，对，无伊北社尾人。对，边仔是建议谈叫因两位凊彩选家己去跳啦。慢慢来讲啦，徐先生，咱慢慢来讲啦吼。是、嗯，我希望咱即届民进党用着选票，嗯，吼、哦，用着选票来即、這个咱高雄古名叫打狗，嗯嗯嗯，即卖有一个小狗叫秋衣，嗯哼，我希望大家用选票去拜啊。好，徐先生多谢。谢谢。苗栗的陈太太，陈太太你好。哎、欸，你好。嘿，陈太太。哎、欸。
请说。大家好哈、哦。你好。我是第一次 call in 上来了。好、哦，是是。就是为了这个，我本身是身心障碍者的。嗯嗯嗯。就是每一年审核都不用说要我女儿的资料证件啦。嗯哼。那今年十月份，去年啦，99年十月份审核的时候要我女儿的证件啦。嗯哼。啊，结果这个马英九政府，他查到我女儿也是租房子的。嗯哼。那马英九政府，你是不是要我女儿的资料？我女儿真的是过得也是不好。嗯。那是不是要我女儿的房租你也要付？嗯哼哼哼哼哼哼哼。这样有道理吗？我女儿已经嫁出去，过得就很不好了，你还要查她的资料？吼吼吼吼吼。行。这样，真的对我们这个身心障碍者真的是很大的伤害。嗯，了解了解。所以我们苗栗是国民党的票仓嘛。嗯哼。现在我这样子，隔壁邻居这样子，嗯哼，大家在聊聊在一起的时候，就听到说，嗯，大家都要投给蔡英文。嗯哼。所以我想说，这次蔡英文应该会上啊。这样哈、哦。如果要是让马英九上的话，我宁愿自杀。不要这样了哈，这个真的在，这个还是要珍惜生命了哈。来，桃园的许小姐，许小姐你好。我要为那个红姨那个各位来宾大家好。哎，你好。我那个我妈妈跟我妹妹两个都是那个喜肾病患嘛。嗯。你说怎么样？喜肾。我妈妈跟我妹妹两个都是喜肾病患。哦，是是，嘿嘿。然后像，因为像有，因为我们是有点钱嘛。嗯。然后可是像我们政府都没有补助。哦，好好好好。对，然后像因为上次我们那个喜肾的那个钱呐、啊，就是喜肾的那个自费的那个药啊，一罐就要7000多块，将近快8000块。哇！是政府都没有补助，可是像他们一天有时候一天要吃一颗或两颗，嗯，一餐一天将近要吃掉两颗。两颗要多少钱？两颗，因为7500块里面有150颗。哦，那一颗大概50块。差不多，两颗大概就要100块。对对对对对。嗯嗯嗯嗯。可是像我们是有点钱的人，是可以吃得到那个药。可是很多人付不起。嗯。对，有些人是付不起的。嗯。对。是。但是我就觉得说，政府真的对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补助，就是没有什么补助。嗯。政府都没有补助，就是补助就是说，我们有残障证明，就是说，因为我们停车只有那个卡。像我是桃园市、桃园市只有3小时免费而已。那许小姐您几岁？我31岁。会投谁？蔡英文。真的、啊、全家都会吗？全家，我妈跟我妹全部都 会, 都會。因为只是希望说、因为我们想要为那个就是喜肾病人说一声话、因为其实真的那个药真的很贵。那个许小姐，马总统400亿还来，这些药都解决了啦，他欠健保会不还啦、啊。对了，我知道。是，好，许小姐，谢谢。来，高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黄先。哦，郑先生好。嗨，你好。请说。哦，各位来宾哈。嗨、我要甲全国的乡亲讲啊哈。是。尤其是咱历年甲民进党啊哈。嗯哼。这个有关哦，第四号的台联党的政党票啦。嗯哼。因为这有关系到哪会呢哈？关系到历年的过半的啦。嗯哼。啊，假使台联党若有过半吼，过5%啦吼，是是是，就会当得到2席，对不对？是，无唔对。啊，若万一4%外啦，4%外就要作废去啦，啊，作废去不但台联袂当得2席，对不对？对。啊，而且吼，国民党上届只会得到1席以上啦。所以我要讲，按那个安尼政策吼，都变政策都3席啦。啊，这要对立赢来讲哦，要过半都遐困难的，对不对？所以警察呢就3席啊啦。是是。所以无论如何，我安尼想啦吼，就爱好过5%啦吼。是是。啊，这唔只系当帮忙着蔡英文的顺利执政，对不对？啊，无一寡傲慢的中国党啦，对不对？因有利吼，也要出闹啦。那完全无利吼，佫大闹咧啦，对不对？是。所以这若无迄个台联党吼。看起来个倒罪行啦，看个倒反对的声音做后面的啦。好，黄先多谢。台联这边提名的不分区立委，老实讲拢真优秀，吼、社会形象拢是精英真好啦，吼。来，屏东的林先生，林先生你好，林先生。喂，林先生你好。
你好，黄兄你好。嗨，你好，请讲。迄、那个大各位来宾大家好哈。嗨，你好嗨。迄、那个卖出门哦，讲迄个联合政府哈、哦。是。啊，咱这个马英九讲，伊每半年吼、哦，要在啊党的领袖吼、哦、会面一遍吼、哦。对。啊，这种总统这么无信用的总统，伊是要安怎让大家可以相信伊的话啊？你来叫真的吗？啊，伊逐句都白贼啦，我是多一项真的。出卖台湾，从台湾送予中国是真的。我判断伊来调，伊根本插都无要插伊。嗯。伊无可能插你啦，你莫去讲啊啦。是。伊都讲白贼话，讲几讲已经讲三年多伊啊。嗯。是。过来。嗯。我有一个朋友吼。嗯。伊是深南的。嗯。我甲讲拜托个，你这边等我出门，伊讲会等袂落。嗯。我啊无你嘛，目睭人看有头壳通想。嗯。啊！你出马英九敢转下落？伊讲哦，就是安尼，选择无爱转。哦哦哦。那么咧，到最近这一礼拜，我去转台，我讲啊，要这票搁要转哦，马英九嘛讲，因为这票要转哦，宋楚瑜。哦哦哦哦哦哦。连亲拿都转下落啊！你也看咱台湾人是不是爱搁较团结咧？吼，将蔡英文甲送去哩，安尼咱的台湾未来四年嘛较安定。啊无，马英九自从就任迄天开始坦白讲啦，我吼。无一天过安心的啦，有够烦恼，讲今仔起来吼，是不是吼？是，你无安定哟。解放军吼，你家里都冇看到啊。谢谢。好，桃园邓先生，邓先生，邓先生，邓先生你好。哎、啊，你好。哎，邓先生你好。哎、啊，你好。请说，请说。哎、欸，洪宇你好。哎，你好，你好。哎、欸，我讲了，我长话短说了。嘿嘿嘿。我呼吁了哈，全台湾省的我们的。在台湾生长长大的人啊、哦嗯、应该就是要顾我们台湾、嗯、什么主权不主权、嗯、他们什么九二共识不是九二共识就是台湾的主权就是我们的自由就是我们台湾人、嗯哦、我讲一句套一句话了、嗯欸、那个吴伯雄啊、嗯、他不是说什么台湾人什么不是客家人讲蔡英文啊、嗯、有一次我朋友啊在车祸、啊，他不是有桃园客运吗？中坜有个桃园客运，桃园也有吗？嗯、车祸，边挨到啊！咱、嗯、哦，要去改理论，伊安怎讲？我是国民党的啦。你看伊是有恶习无？国民党是有恶习无？啊！国民党是边咯？咱哦，咱我呼吁全台湾省的、嗯，我们台湾人就是要投给我们本土的蔡英文一号。哦，邓先生，谢谢哈。好，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进广告。